出来乍到也不知道水里哪里有医院，
晚上一两点钟，我太太一个人冲出来，不知道哪里去找找医院啊，因为想要问一下，然后就看，真的有人过来了，看到他了，就赶快跑掉了。奇怪，很奇怪，因为他头发那么长，因为那一天恰好他有一件日本的和服睡衣，哦。就转冲了的赵水瑶，然后看见一个警察骑摩托车，他都很高兴啊，警察来了，就跟他招手。那个警察在距离不到他十公尺的地方，赶快跑！他说：“水宝怎么这么恶劣呀？”还有很多人担心我们山上危险性、安全的问题。我说啊。我们在刚才那个水池的地方有没有？那个朋友在那边，晚上时间头发弄下来看。